助成都总领馆的一些人员从事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，干涉中国内政，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，中方多次就此进行交涉，美方对此心知肚明。至于你提到的有关具体的问题，中方对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停止一切业务和活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，外交是讲对的。